好。先飞上去那边。哦，干！哦，干！不要再冲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落单的梨子。其实我们今天应该要我跟龙野出团了，但是因为龙野记错日期了，所以就变成我一个人啦。我们今天要一日远征乌石，很有名的一个铁板圣地嘛，就是会有鬼头刀啊、GT 之类的鱼在那边出没。那对北部人来说，其实那边蛮远的。那这次有幸受到暗炮狙击手的康哥的邀请，出一台小巴士要冲乌石鼻。那我们现在集合时间是晚上的9:30，到乌石鼻刚好是暮光的时间，拼一波。好啦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 ，Let's go！ 现在经过了快6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了乌石鼻了。但是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的，大家也看到暗迷摸啊，硬，真刺激，刺激。那边还在接龙尾，好硬啊！我觉得最硬的是那一段，因为另外一边是悬崖。来一次就好，来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够了。好可怕的，那边至少还有一个绳子给你拉。那绳子绑在树上，这么那个。好。严格来讲，那应该叫藤蔓。好。脚踩稳的在上。好。啊，这边是不是？这里是不是？沿着这，对对对对，哦，这白色的慢慢踏，慢慢。这也还好。对对，就只有那一段回去。没有吧？不是说没了？最好是没就过去就到了。等下整段都是这样啊？是吗？对啊，围着墙上绕过去。啊，那哦，这杆子怎么都放在这？对啊。靠腰哎！哦，我们到了乌石鼻。噔噔，第一杆，乌石鼻第一杆。哎，目前战况全场平手，这边也是，对，刚开始啊，下面刚开始而已。先拿两个，那我拿这只好了。还有这只啊？好，好，漂亮，谢谢你啊。好，就用它是不是？换到另外一边，因为该这边有点摇晃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我也换上了这个巧克力该送我的蓝色铁板，看看这边会不会咬。刚才咬都是咬在这边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比较像是风水宝地，就来试试看哦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要走东半就好了。哎，我怎么看到青青蓝蓝的东西？颜色不太对。青旗啦！哎呦！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哦。看到了。这，这边，你过来，这边过来，这边上来。是啊，好。对，等一下。好。来，飞了，飞了。等一下，先飞上去那边。哇，是这样子。哇，搞脱钩。哇哈哈，自由。哈哈，舒服。哇，自抽。乌石鼻第一条鱼。干来这第一杆就中，不要脸，太中鱼了，中鱼，耶，水哦，摇起来，哎，小度小度，危险哎，好爽啊！你现在有4台 GoPro 在录着你，你不要钓鱼哈。大哥有没有？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。看到了，哦，哦，好大，好大，哇，好大！是啊，海力啊，海力吗？海力啊！是啦，黄尾，黄尾啊，黄尾，黄尾。
红杆吗？是红杆，不是红杆，很像海力。海力。拉轮哇，好大只，嘎超大只，哇，这个趴到的，这也能打到。太帅了！爽。超帅！哦，干发到了！哎，对啊，看金杆呢，看看线，单线，他要是单线，哎，哦呦，哇！算你的地铁板，对啊，就是我该中都中他的铁板啊，巧克力铁板，有，有没有？强硬，大小，太扯了啦，太扯了，哇，今天是我们两个的场了，干掉了，今天真的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超扯的，刚刚那个有点臭的。哦，这边都是这个样子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知道什么哎，它咬真的很凶，但是对，其实还蛮用力。对啊，超大力的啊！哦哦，搞好久，终于把它搞起来了。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！人人都咬一口哎，这个这鱼也真的是。在你后面哦，大哥，我会帮你拍最帅的哦。举梯，举梯，还是怎么了？对吗？干什么鱼呢？什么鱼呢？开奖，开奖，还没上，还没上。什么鱼呢？哦哦，拉轮哦。怎么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像是哎，四冲四冲四冲吗？严娜，严娜，大严娜是不是？好像是四冲。哎呦，哦，严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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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很胖哎，胖虎，大只哦，哦，好胖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哇，哦有，小心小心，刚才有咬又咬一下，有咬谁的？我的，没有自己一只的。但是刚才那下比较没有那么大力，应该是有一群的、啊。哎呦，哎，哎，林子，林子，中什么啊？出了，出了，哦，哦，哦，他没有胶哦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啊！好累，好累啊！哦，啊，很深呢，我丢了三十几秒了。啊，对，哦。啊！嗯。啊！飞进啊！挖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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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啊！啊！哦！等下，这好像有啊啊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啊！等下，啊！我等下还没。啊！哦哦哦！干！哦干！不要再冲了！不要让他被进水了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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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！好累。哦哦，生的吃生的，铁板过
呀！哇，这只超大烟哦！哦，这是最没有让它跑的，手在抖了。对，真的太重了。哇，这只哦，2.93。公斤，2.93公斤，大概快5斤了吧，4斤多。6、3、4、8、4，快5斤啊！对啊，快5斤啊！哇，哦，赞，好累啊，超大，就是应该切我们全部人吃就够了。现在中场休息时间到了，刚好中午大家要吃午餐的，就是休息区，舒服的休息区。对，那上半场是一只刺葱跟一只肥烟，哦，都超累的。上半场就要了老命，不知道下半场要怎么打。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然后看看这边美丽的风景。要做饭后运动啊！饭后运动就是纯运动啊，重于什么就不用想。我们要收工了，对，时间到了，现在已经4点多了，那天快暗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边。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噔噔噔街巧克力，真的，今天要不是是有他的铁板，我跟你讲，我根本没办法中，尤其是第一次来这边，根本什么都不熟，结果就拿了那个神奇的铁板，就神秘的吸引鱼过来，那可能他那个铁板上面有一些在地的味道嘛，这样对，有加持过就不一样了。真的非常欢迎你们，好不好？现在以后常来，好，有机会再来哦。真的好累，虽然路途遥远了，不过还可以啦。OK。然后第二个还有谢谢我们的康哥，就是没有他开团的话，我们你要说是很商务的感觉，就是如果没有康哥的话，就我们没办法揪成这一团来到这个这么遥远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大家其实就是热血凝结一股这个大家对钓鱼的喜好，然后来到这个大雾的天堂，这样子乌石地。其实虽然今天我打龟，风景秀丽还是不错，让我身心灵有稍微释放一下，受到净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净化一下，不然平常上班真的压力太大了。爸，爸，爸，我们要离开了啊！记得垃圾不落地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都带走。来是什么样子的？走就知道是什么样子的。虽然多了很多奇怪的水洼，就是没错，路人在那边偷尿尿。啊，又要回到那个艰辛的回去的路程。突然觉得好像不应该带鱼的。没有啊，那边比较好走啊。刚才瞬间到那个绳索的时候，跑出那个人生跑马灯，真的非常的可怕。但经历20几个小时的旅程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集合点。累。我们乌石鼻旅程也在这边告一段落了。第一次这样子，一天。冲这么远钓鱼这样，啊，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还会做这种更多这种疯狂的尝试，蛮疯狂的，对我们这种打母光的嫌累的人来说，真的蛮疯狂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